大家好，我是爱原神，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第二阶段奔流真行其一弧长与角度原神启辉的中序 8.30 第二阶段一更活动全阶段全玩法攻略回声之子玄木人流泉之众原神 5.0。 那这个视频是第二阶段的奔流真行玩法的第一关，这个挑战点我们传送到这周围任意一个传送点，从那里过来都可以。行，这行啊，还真啊，这里我们先变成逆夜龙，这里要变成疾风龙或是使用卡奇娜才能继续。这里要使用 E 技能上墙，这里继续使用逆夜龙。天动万响，震天撼地。好啦，那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